打着打着打着，本来是大家都打很小，意思意思，当天现结，后来打到变成要月结，因为金额太大，记账要记账要月结账。那我要是工作人员，我不是像他们，他们领级数的，所以他们人赚多，我一定要停到一个月下来，我的妈，输两万输三万，那个时候两三万是，对对对对对，很大，所以你就知道那时候我们便当钱为什么福报的预算那么高，原因也是在这里。所以说不知道啊，他不知道，他也不需要知道。 市长今天伟忠哥也有来到现场，最好是啊，欢迎伟忠哥，请他你的后面，怎么可能？你现在这种老，你不会相信的，你是不是老是在搞这种老梗？你要这些对，这老江湖的，他们不会相信你鬼话。不是，重点，而且是说你 Q 错，你怎么Q那个门？我们的门是这样，而且我们有要看后面，哪里有门啊？女郎可以来开门，你们你等下是不是要弄陈汉典带个那个假发出来啊？好好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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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界的人这么好骗啊？当然就是、啊、没有，你刚刚从来来了，你们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对不对？同事发誓再见。学不起立立正啊！关你什么事？什么？第一局不错。我一直在后面听到什么？我在前面导戏，你在后面玩大老二。不是。前方拖节奏，你的丹丹是故意的。对，前方吃几，后方几吃啊？过来。不是，伟忠哥，我跟你讲，是那个救你他在玩了，不是我了。